情深深雨濛濛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尽管狂风新娘向主婚人一鞠躬，新郎新娘彼此一鞠躬。新郎新娘互换戒指。戒指，我放在口袋里的，怎么不见了？我的上帝，我的老天呐！哎呀，是不是在另外一口袋里呢？不好了，一定是打架的时候打丢了。戒指不见了，怎么办啊？哎，用我的戒指，用我的戒指，用我的，用我的，戒指，大英雄，新娘子，用我和老伴的戒指吧。我们已经结婚都快50年了，一直感情都很好的，希望你们用了我们的戒指，以后能像我们一样的，和和美美的早生贵子，白头到老。谢谢，谢谢，行不行？现在我宣布，杜飞先生和陆如萍小姐结为夫妇。早生贵子。向后转，一鞠躬。新郎可以吻新娘子了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如萍，不要害羞嘛，大家盛情难却，不过是麻醉剂而已啊。新郎新娘看这边笑一笑。
亲爱的佩仪、依萍、孟萍和大家，这是一封长信，我要试着把我和杜飞的重逢详细的告诉你们，还有爸爸的枪和我们那个匪夷所思的婚礼。孩子们，你们先通通到花园里去玩。尔杰、小虎、小娟，你们照顾几个小的，千万不要到街上去啊！知道了，谢谢我。是如萍的字迹，没错，没错。如萍来信了，给我看，给我看。宁川在哪儿啊？赶快拆开看看。如萍失踪已经四年了，我就说她福大命大，一定不会出事儿的，被我说中了，对不对？少了一个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是如萍，是我们的如萍，不止我们的如萍，还有我们的杜飞啊，都为什么趴在地上？这个杜飞真是太奇怪了，男人结婚这个样子的，不管他们穿的怎么样，这一定是结婚照。他们结婚了，可是杜飞和如萍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？难道杜飞千山万水把如萍又给找到了吗？这条漫长的路杜飞走到了，他们在战地相逢，在个小乡村里面举行了婚礼，好美啊，我都要哭了。没想到如萍小姐是你们这群人里最早结婚的一个，可惜司令走得早，没接到这封信。大家快点看信，看完以后我们就去振华的坟前把信烧给他。啊，对对对，司令大人在九泉下面也会笑的。这不是他寄给我们的第一封信了，前面还有两封信，我们居然都没收到。这个故事好长啊。哎，你不过你知道吗、如萍拿了爸爸那把手枪，他居然用那把手枪打倒了一个日本兵。如萍打倒了日本兵？对呀、哎呀，不愧是司令的女儿啊。啊，给我看看好吗？这是这几年以来我最快乐的一天，杜飞万岁，如萍万岁。再也没有恐惧的相爱，再也没有负担的相爱了。淑华，你听到了吗？晚上风大，担心着凉。又在看一萍的信啊，编号第几啊？是不是都能背出来了？
我们最近移动的这么频繁，都好久没有收到他们的信了。可不是吗？这还是两个月以前收到的。我离开依萍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会每天写封信给我。他如果知道我常常几个月都收不到他的信，他一定会难过死了。那些信都寄到哪儿去了？还是我的方宇比较聪明，他过几天才写一封信，但是我也有两个多月没有收到他的信了。这就是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的滋味。这个战争一打就打了八年，想到依萍、方宇他们还在那儿痴痴的等，心里头真有点愧对他们。还是杜飞那个小子有福气，居然让他找到了如萍，还结了婚。回忆我们大家帮方宇找快乐，帮可云找回忆的日子，就好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。当年我们大家还打打闹闹的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你知道什么叫千人针吗？就是日本军人身上带着的那个布条。是啊，那个布条上面密密麻麻地缝了一千针，是日本军人的护身符。日本人迷信这个千人针有保护作用，让他们不会受伤，不会战死。几乎每个日本军人身上都有一条，有的绑在腰上，有的绑在头上。这个千人针得来不易，它是由一千个不同的女人一人一针这么缝出来的。一千个不同的女人，上哪儿去找一千个不同的女人呢？所以日本的大街小巷到处有女人拿着布条，请过路的女人帮忙缝一针。街上都是这种女人，她们彼此帮忙，为了他们的父亲、爱人、兄弟、丈夫缝制千人针，把他们的期望、他们的爱都缝在千人针里。然后这些千人针的日本军人成千成万的死在战场上，多少千人针都被血染了。这些日本女人真的以为千人针能够挡子弹吗？这太天真了。不是太天真，是太可怜。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归梦里人。对我们来说是这样，对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来说也是这样。战争好残忍，哪一个人没有爱人？在战场上死去一个兵是微不足道的事，但是这个兵有多少人在等着，在盼着他。真希望人类以后再也不要打仗了。好想回到依萍身边，抱着她，跟她说上几万个我爱你。以前太吝啬说这三个字，总觉得说起来好肉麻，说的太少了。现在想对她说这三个字，却是最奢侈的念头。舒欢，你说出了我的心声。我也想家了，我想他们每一个人，我想方云都快发疯了。今晚有点伤感，
大概是月光的关系。好了，早点睡吧，明天要去收复芷江，还有艰苦的一战。好了，大家早点睡吧。是。追击！全面进攻！冲啊！他们已经输了。还想做困兽之斗，然后你掩护我，我去炸掉他们。呼唤，小心啊，掩护连长。你，天道帮灾，天道帮灾，天道帮灾。呼唤，小心啊，他有手榴弹。舒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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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死啊！你要是死了，我怎么向一平交代啊？舒桓，救护队在哪里？就在前面，去把他们叫来。是。二号，我的腿还在不在？还在，可是你浑身都是血，我不知道你伤得怎么样了。有腿就好，没有腿，我怎么走到一平面前？我好痛，我不能呼吸。舒桓。你一定要撑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，医生马上就来了啊！护士，我们在这边。告诉一平，我上树了。
几千年、几万年了，我们已经这么老了，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人瑞了。两个最美丽的老太婆，你们想迷死我的哥哥和姐夫啊？我不敢相信啊，我们的英雄要回来了。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哎，书桓有没有给你写信呢？我不管，我去接火车，而且哪班火车要接？哎，何云，你是不是变丑了？你看，我脸角都有皱纹了，是不是？记得我们刚分开的时候，我只有20岁，现在我都已经28岁了，天哪！你放心吧，你还是那么漂亮，美得不得了。舒桓啊，在外面当了8年兵，他见到你一定像见到天仙一样啊！方云，爷爷，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二豪，方云，二豪，二豪，我在这里，二豪，我在这儿，二豪，在那里，你看到见没有？二豪，哎，在那儿。他们在那儿，我们不赶快过去。啊，来，对不起，让一让。二豪，二豪，佩仪，二豪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李副官，二豪。你总算回来了，李嫂。二豪，你回来了。二豪回来了，他跟舒桓是一个队的。我去找，他们是同一连的，一定也回来了。舒桓，舒桓，何舒桓，舒桓，你在哪里？真的没有见过何淑环吗？没有没有。哎妈，我来了。一萍小姐，
找不到舒环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到那边去看看。你们都还好吗？好，回来就好。回家吧。啊，怎么样？二航，方勇，二航回来了。你是尔杰，你已经是个大人了。尔豪哥哥，全家都想死你了。是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二豪，二豪，舒环有没有跟你同一个班次回来啊？一平，我们还是回家说吧。现在就告诉我，他怎么样了？他活着还是死了？我不知道，他被红十字会救走了。他离开我的时候，大概还活着。他伤得很严重吗？是的。你怎么了？他答应过我，要为我好好活着。他答应过我，要走到我身边来。一平，想到你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，我的心就为你而痛楚起来。放心，我那么爱你，我会为你好好保护我自己，让我有一天能够毫发无伤，四肢俱全地走到你面前，用我的胳膊轻轻地抱着你。一平，一平，要不要跟妈妈谈谈？不要了吗？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，你们去跟尔豪谈吧。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跟尔豪谈的，不急着在今晚。不要了，我不想谈，你们就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。一平，你开门。我想过了，我要把经过和情形告诉你。还有，舒环要我转告的话。一平，这个背包是舒环的全部财产，他一路上什么都可以丢掉，就是这些财产不能丢。他受伤以后被红十字会匆忙的给救走了，他的财产也没有拿，我帮他一路带着带回家来了。这些都是你写给他的信。在受伤前的一晚，我们还在萤火旁谈到千人针，谈到你，舒环说好想回到一平身边去，抱着他，在他耳边说上几万个我爱你。以前说的太少了，现在想对他说这三个字却是最奢侈的念头。他要用血肉之躯来偿还我。
我要奶奶给我们放着我，我要奶奶嘴唇在我耳边说话。一夜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没有用，不行。可是我们还有希望啊，二豪说了，当时他立刻就被救走了，二豪奉命连夜作战，这才失去了消息啊。一萍，我们不能放弃信心，舒桓答应你的话还是有希望的。刚才我跟你何伯伯通了长途电话，他在重庆消息要比在上海灵通，他说了他已经通过各种关系打听所有的医院，只要有消息就会告诉我们的。舒桓只是失踪，他并没有死啊。当时你抱着他的时候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他浑身都是血，昨天伤得很严重，身上还有很多伤口。他问我，他的腿还在不在？他说没有了腿，怎么走到你的面前？然后他说，他要我告诉你，他少说了千千万万个我爱你。一萍，你不要这样哭哭啼啼的，拿出勇气来。假如舒桓活着，你要等着迎接他；假如他死了，你要连同他的人生，帮他一起活下去。一萍，你一直是妈的骄傲，你是最勇敢最坚强的孩子。一萍，不要再让妈伤心难过好不好？明天起我会去接火车，我每班火车都去接，我天天去接，我总有一天会接到舒桓的。我要穿我最美丽的衣服去迎接他。Thank you.
陆小姐，您又来了。站在那不要动，我可以走到你面前。舒缓，你站住，不要动，让我飞奔过去，我跑得比较快。拐杖搂着我，让我扶着你，让我撑着你。我等这一刻等了几千几万年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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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是不是应该上去帮帮忙？舒缓支撑得住吗？他支持得住，让他们再温存一会儿。你不要去打扰他们。几万个我爱你，要说很长一段时间呢。哎，一萍脾气坏，我们大家瞒住他舒缓今天会回来的消息，他会不会生气啊？你们大家要有心理准备，他说不定一会儿会跟我们翻脸的。嗯，他不会翻脸的，他现在太幸福了。我们也太幸福了。快走！一萍，对不起，不行，我站不住了。没事，我们大家撑着你。
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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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